那么，把采取行动的地点选在玄武门，大家如果没有异议的话，就请举手。 看来我们的意见是一致，现在休息2个时辰，2个时辰之后，我们再齐聚议事厅准备出发。就这样，大哥，市民要是玩什么花样的话，玄武门是东宫通往海池的一个必经之地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要不要事先在这玄武门先部署一番呢？哼，自立啊，我看你也未免太多虑了吧。东宫和齐军。 在玄武门已经有所部署，万一有什么不测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哼，好吧，大哥，你既然有十足的把握，我就全听你的就是了。四弟啊，为了养精蓄锐，赶快先休息一下吧。 整天会够你忙，够你累的。我做了几样你喜欢吃的小菜，你就趁热吃点，垫垫肚子。谢谢。你怎么不吃呢？我吃不下。在你的脸上，我瞧不到一丝兴奋、焦虑。 只是一片沉重。叫我怎么不沉重呢？我即将面对的是一场骨肉相残。尽管我被逼的已经没有退路，但这毕竟还是骨肉相残。你可以把着眼点放在大唐帝国的未来，放到广大的黎民百姓福祉去想，也许这样你就会好过一些。 吉儿，此时此刻，我真是有一种锥心泣血的感觉，你明白吗？我了解。啊，对了，时辰不早了，我想要去跟吴垢话别一下。你要见吴垢姐，这一会儿恐怕要去议事厅才行。他在议事厅。 姐姐，盼你在天之灵，保佑建成市民、元吉三人都能平平安安、相安无事、和睦共处。姐姐，如果您的在天之灵真能保佑他们兄弟三人相安无事，我愿在此天天给您祭拜，天天给您上香。
大哥，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很不吉祥，我就再也睡不着了。你呢？哼，我是兴奋的合不上眼，因为今天却是市民的死期。是啊。你是怎么了？一大早恍恍惚惚的。四弟，昨天晚上我梦见冰如了，她向我笑，还跟我招手。四弟啊，我们就托病不要去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当初我说托病别去，是你说稳操胜券的，怎么你现在怎么反过来了？不成，我们一定要到海池去，才能在父王面前彻底打垮市民。走吧，走啊！九重，心事万千，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龙椅好坐，这皇冠难戴啊！万岁也诉起苦处来了，君王难当，为何有人连身家性命都不顾，想要当皇帝，身首异处，肝脑涂地，依然前仆后继，趋之若鹜啊！裴姐，实不相瞒，自朕登基以来，山珍海肴食不甘味，皇子间的明争暗斗更是让朕寝不安席。难道说皇上真的有所苦衷，为何不告诉微臣为皇上分忧呢？哎，一言难尽啊。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别大惊小怪了，好不好？这大都是市民的军队啊！我们中埋伏了，那快回东宫吧，走。 你来干什么？大哥，四弟，父王叫我们一同去参见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呢？哼，士兵，你在耍什么把戏啊？你好阴险！云锦，快走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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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上将，禀上将，敦公和齐王府军正在顽抗，咬金和秦琼正在奋力歼敌。上将，该如何处置？无忌，在，臣立刻通知尉迟将军执行下一个任务。
外面怎么会有厮杀声呢？莫非有人叛乱呢？是吧？难道说他们？启禀皇上，有的人马从那边冲过来了。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又为什么带着人马跑到海池来？禀皇上，太子与齐王叛乱，上将出动军队，已经把他们诛杀了。啊！建成跟元吉他们。 我希望大家体认一点：今天的成功必须明天加倍的努力才行。唯有如此，我们的成功才有意义。禀上将，太子跟齐王左右亲信院100余人，我们该如何处置他们？谋乱之罪只有建成、元启二人。 其余的人全部追究，放了他们。这一点，务请大家切记。遵命。玄灵、如晦、无忌，属下在。你们陪我去谒见父皇。现在，该是我向父皇请罪的时候。 规矩是每个人九支箭，不得损，不得失。以猎物多者为胜。宴见。是。姐夫，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。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这么多年来，这三个孩子都是我带大的，我算是半个娘，你根本不了解他们的性格。 我是想要他们知道，要得到任何东西，要靠自己努力的奋斗。世上没有一样东西会从天上掉下来。姐夫，你要三思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
你一定要经常提醒他们，不然我们家会出大事的。虽然孩子们还小，可是他们都太好胜、好强，你一定要设法让他们融洽起来，让他们一条心。 臣向父皇请罪，世民，你起来。父皇。 臣向您请罪。 曾生母亲同样的错。
不够姐姐，我来吧。 二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是不是该早点歇着呢？我现在还不想睡，我在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。市民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已经除去了危害你的两个敌人，可是却不见你有丝毫的高兴。 高兴？你叫我怎么能够高兴啊？这两个敌人是我的亲兄弟，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血，我怎么能够高兴得起来？二哥，或许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。什么角度？大唐帝国的兴盛强大，广大黎民的幸福安康。 市民，不够姐姐说的对，借由过去的教训，可以鞭策自己，将来成为一个不论政治、武功都能传世的皇上，使大唐帝国兴盛强大，使广大的黎民百姓幸福安康。你说对不对？一个男人身边有一个贤内助，已经够幸运了。 我又是何其幸运，身边有两个贤内助，让我无后顾之忧。好，好，好！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要再借酒浇愁下去了。<笑> 建成跟元吉都已经死了，玄武门前竟然发生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，而他们都是朕的儿子。皇上，你别说了，朕要说，朕一定要说。打从一开始，朕只想让他们 凭借着个人的能耐跟本事，取得我们李家祖传的宝库。朕想改变传统的做法，让最有才能、最有德望的儿子来当世子，最后再成为太子。朕只是想有所改变，可是朕却 不能够坚持，一会儿要立市民为太子，一会儿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这件事情，朕真的是做错了。皇上，这都是我不好，没有尽到从旁规劝的责任，怪我，怪我。不，不。 怎么能怪你呢？你经常是在劝朕的，只是朕并没有听进去啊。再加上朕身边的人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，让朕分不清是非，也弄不明黑白。 以至于越演越烈，终究不可收拾了。皇上，该怪谁呢？你冤，你冤呐！为什么你能在处理军国大事的时候能够分辨是非利害？ 为什么在处理家务的时候，你却一无是处呢？李渊呐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吧。皇上，皇上。
这魏征曾经多次劝建成杀掉我，是的。但是魏征却是位高风亮节、刚正不阿，并且能够高瞻远瞩的有才有德之士，是的。 前东宫显马魏征到。魏征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一再离间我们兄弟？先太子，如果早听了我的话，采取我的建议。 绝对不会有今天的灾难。很好，天策府中再也没有人能像你这样对我说话。这边请。有件事要请问先生，对于当前政局，可有什么争言啊？先太子，继齐王的旧部。 仍有很多人逃亡在民间，虽然朝廷颁布两次的特赦令，但是大家的心里仍然是惊惧不安，险恶之人更纷纷告密搜捕，企图领取奖赏。这种情况若不彻底的改善，将引致社会严重不安。那么，以先生之见，又该如何彻底改善呢？上将应该立刻下令，凡受东宫。 及齐王事件牵连之人，一律不准对他们提出告诉，违反者受反坐处分。好，就按照先生所提的意见办理。上将，我正要采纳在下的建议。对，从今以后，希望先生有好的意见能够告诉我，我必定一一采纳。啊，这样好了，我建议父皇任命先生为建议大夫。 便请先生前往山东宣慰百姓。先生，您意下如何？等一等，请。他是什么人？又犯了什么罪？禀大人，他叫李思行，是前齐王的护军，因被人告发而被逮捕，现在正送往京城准备去审理。哦，这是天策上将的首令，快将他释放了。遵命。释放犯人。 谢大人救命之恩，谢大人。免礼，快请。谢大人，望您好自为之。是，请。大人，他们既是押往京城，到时自有上将会处理。您擅自做主，是否妥当啊？我离京之日，上将已下令。 将前东宫及齐王府所有官员都释放了，如今继续押送他的话，谁不既经且疑？即使派出更多的人员广为宣传，还有谁会相信？我不能为避个人的嫌疑而不为国家考虑，况且上将视我为国事，如此信任我，我怎么能不按照国事的标准要求自己报答上将？走。 魏征将他们释放了。哦，魏征真的这么做了？是的，这么一来，对于安定社会，必将坐收立竿见影之效。看样子，我以后非要重用像魏征这样的人不可。
六月七日，李渊正式封世民为皇太子。八月八日，李渊下令传位于世民，自己当太上皇。世民坚持，姐夫不准。九日，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称帝，改年号为贞观，大赦天下，免除全国税收一年。还放还宫女三千余人，任其随便嫁人，放掉御苑的所有阴权，并停止各地向宫中进贡各种珍玉，政令简明扼要，宽厚爱人，上下拥戴，内外欢欣。二十一日，世民并封长孙无垢为皇后。同时，李渊从大内迁居弘毅宫，并改名为泰安宫，过着悠闲安逸的日子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回皇上，颉利可汗率领数万突厥兵马，铁骑深入，目前已经抵达渭水之北，距离京城仅仅一日行程，军情至为紧急，务请皇上采取因应措施，必以维护人心安定。颉利可汗这个人不讲信义，
又趁我方发生事变之隙长驱直入，这种作为实在可恨。现在传朕谕令，立即统领三军紧急动员，准备作战。臣遵旨。